这世界啊，已经是黑白不分了，是吧？到底真的是对还是错？现在是随大家说，是吧？明明是让全世界不和平的，他说他去申请诺贝尔和平奖，这很奇怪的，这世界不是很奇怪吗？是不是？所以大家要自保，要不然你真的活在这世界上，你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已经不像以前了。以前黑的是黑的，白的是白的。现在真正黑的还是白的？你说真不知道。那突然有人说都不是，是花的。你都傻了，我跟你讲，这世界真的长这副样子。现在哦，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完整的系统，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这是唯一的路，你我都必须要走的路。啊，你看最近。纷纷的学员，在他们的经验中，已经多少听到一些，不管是人还是神，总是认为超马是未来的出路，是不是？那已经不是太阳神的讲不讲与否了，是大家实修实练，不光是人实修哦，神也在实修啊。他也知道未来出路怎么办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有些神比较热心公益一点的，就出来多少讲一下，是不是？那如果真的是这么回事，那我们还能不好好修吗？赶快好好修了，是不是？像不管是人还是神还是鬼，大家一起来吧，因为这地球需要你我他一起维护着，不能乱啊，乱下去，不管是谁啊，哪个神仙都没用了。毁了就毁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不能看热闹。以前看热闹的你，现在千万不能再看热闹，要自己实修实练。以前你看热闹是吧？关你什么事？所以这会儿呢，你就这个以前吃月饼还是吃月饼，赏月还是赏月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还有一片天地，现在不是了。以前就是因为。关你什么事，是吧？所以现在吃月饼的时候，偶尔还会赏月的同时，还会看到月亮的旁边总会有一辆飞机飞过去，暂停。所以咯，这世界不平静的是你我的责任。如果都不管，那就等着最后都是大家都是输家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我们期待啊，世界无灾啊，天下无难，是不是？所以靠谁呢？靠你我他。